大家好，2021年新春快乐哦！为了这个新的一年呢，我特别设计了这么一叠水灵艺术的贺岁的明信片，然后在上面呢写一些祝福的话，记录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喜乐，都存起来，保存起来。好，今年是牛年，好，所以我想要画一个曼陀罗缠绕画，所以呢，我已经在背面呢都画好了，用圆规呢任意的画出2个到3个，或者是半圆形。那延续上一周的一花一世界，我打算呢把它延伸创作到旅游的明信片。所用的笔呢是5颜6色的牛奶笔，一整盒。中性笔，好，我打算很随意的，摸到哪一个颜色就画什么颜色。来一个很静心的、很放松的这个午后，然后呢，画完之后呢，寄给自己当做纪念哦。好，先来一个比较吉祥的颜色，一样好，很任意的。画一朵花，任意的交叉分割，然后集中在这个中心点。好，这大概就是画花呢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哦。之后呢，想一下，其实我现在心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就这样很任意的，想到什么就画什么。缠绕画，基本上第一步就是要放轻松。好，这画好构图之后，这个是用这个颜色。那我现在再来，调另外一个颜色，这个绿色好。中心圆，这一次放这里，一个球，一个颜色，这个颜色也好了，然后再随意的摸一个颜色哦，比较深绿的，咖啡色也可以。好，那这一个呢，就以这个为中心。缠绕画不需要做计划，好，这个就分这样子好了。那我先来画这一朵，把这个圆形。这样就是一朵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朵
然后我们再来花的形状。这花的形状就出来了。没有办法一笔合成，我们就分两段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也可以不断的一直重复这样子的造型。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用线条去构成，然后画珠珠，画珠珠的时候也可以全部涂满，也可以留下一个圆圈。我想把这个留全部涂满好了。支笔来涂中间，就这画这一格的笔，好，拿来涂中间。这完全都没有计划，就是突然想到了。你也可以发挥你的创意哦。好，那涂完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另外这个颜色就是画这个颜色，就拿来涂另外一圈。好像还不错。好，我们就挑一个。蛮好的耶，觉得很不错的。这三个颜色搭起来还蛮美的。这样子，然后再画一圈绿的，都是绿的。缠绕画有所谓的三三原则，就是三个颜色、三个图案或是三个基调，这是所谓的三三原则，或者是三个缠绕图案。画缠绕画，不用担心会画错，借着画缠绕画跟我们的内心交谈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。画完之后都会蛮开心的。好，那我就在这里加一下。啊，这个都可以任意，自己想到什么就去画画看，不用担心美丑，只要你很开心画出来的缠绕图案。你很开心，很放松，画出来缠绕图案基本上
都是很美的哦。反而过度的计划，因为压力太大，所以画出来的图案就会显得很生硬。哦，我笔呢尽量轻，不需要太用力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用笔太用力了，那有可能是你过度紧张哦。那尽量都要简单。好，为了方便记忆呢，你可以为你想到的缠绕图案取个名字，那或者，也不需要记什么名字，开心就好了。因为你可以随时去改变每一个缠绕图案，继续的延伸。想到圆形就画圆形，想到直线就画直线，哦，或者是想到雨伞，看起来像雨伞哦，那就当它是雨伞好了。信手拈来，不用去多做计划。好，这个 idea 呢，只是播成影片让大家参考。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一样，在新的一年寄一封信，寄一张明信片。画一张缠绕图案给自己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好，那你就在留言的地方登记一下。好，那画这样子之后呢，也可以用两个颜色，对，也可以单一个颜色。这样子，那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颜色，也可以用相同的颜色。打算用相同的颜色。线条快跟慢会影响它的粗细。任意的哦，想到什么就画什么。荣格说，每天早上画圆，就好像找到自己一样，跟自己对谈，照见自己的本心、初心。这就是一种缠绕，一种。
下，现在再来把它加上。细细的线，好，不求美，也不求快，就是守住这个当下。静静的去画线条，绕圆圈，这样子反复的周而复始。好，可以在这里用你的点上圆形，像。画哪里就画哪里，可以随着感觉任意的、随意的、随顺自己的心意。画上喜欢的图形哦，可以画三角形，放轻松，不要担心。这样子完成了两个圆，好，那你如果觉得只有两个圆怪怪的，你要把它串联起来，你也可以随时自己去加一笔，都是可以的。好，好，试试看哦。可以在上面呢，去变换各种不同的这一个图案。好，好，这样看起来。里面有一朵花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再把花加粗，好，可以全部也可以几朵就可以了，也可以挑一格加粗，好，这样子。好像有点画错了，啊，没关系，应该是这样，然后这个挑一个比较好。好，画坏了。比如说想的，像我现在想的，跟做的好像有一点不一样。那没有关系，有一个地方跟别人不一样，也不能说他错了，他可能只是跟别人不一样而已。那我们还是继续把它画完，继续把它画下去。好，它好。
好像跟别人不一样，但其实我们继续画。最后也会看不出来有哪里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哦。那一个不一样，可能在当下以为是错的，可是整个画完之后，也变成了整幅画最大的特色点。所以，所谓美丽的错误，在当下，有时候我们转个念，本家在做的工课，啊，突然间走进去，嘛是不要紧，好，明仔今仔食了个加一条线，好吧？你嘛看袂出来。对唔对起对吧？咱那里做工课的时，常常嘛是会伤身吼。好，安尼了，咱就用。一个无同款的花草，较接近的，用一个好，咱既然已经剪好啊，吼，咱就搭一个人旁的所在。叮叮塌塌的感觉，层层叠叠哦。每一幅缠绕画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继续。这张，再补一个色去。想要甲补就甲补，你若感觉无需要，嘛是袂要紧。赶快一点，哎吼！我感觉欠什么，咱就来听什么。比如讲这，安尼也是可以哦。最后那个来听。甲咱化妆同款，来，咱阁甲伊补一个眼眉，点一个胭脂，
去买那个点几点。店买单，哦，某个店买单，好侪人哦。你感觉，你感觉，你感觉，哦，加油啊！那真够水哦！看到你家家，咱大家家，大大细细拢输在咱咯。这边是倒面，这边是正面。看你要再加什么。都可以很任意的。是可以的。这样处理哦。我一口号码加，真有意思。规定到了，你来看卖一下，看有需要搁加啥物。可以，规个看起来真顺眼，安尼。
世界的感觉。把这些啊，听歌时阵，为所在错，为所在有。是不是叫新年过节的感觉哦？好，这样再来签名。就写一些祝福自己的话，然后寄给自己，写上地址，然后自己的名字，或者是看要寄给谁。远离病灾，幸福安康，好，那贴了邮票就可以寄出去了，寄回来会有个邮戳，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子在玩，我们也是年轻人哦，好，如果你也喜欢，欢迎跟我留言，留下联络的方法。好，感恩，谢谢。